跟他唱歌都有一种自由的灵魂的感觉。好的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因为都没有现场报名的人，啊，还是你们现在谁有心动的，想赶快立马举手要上台的？没有啊，好，那我就要派出我的人马了。每次没有人要唱的时候，铁花村的人就会被我要求要上台唱歌。那接下来欢迎的这一位呢，是我们铁花村就是身兼数职的工作人员。他除了是行销宣传会计，然后唱作俱佳的主持人，还有很多狗的妈妈。我们欢迎嘎令。怎么没有人报名？我还在办公呢。哦，这节目就是这样，很可爱。有时候那个七点一到啊，一下就爆满啊。有时候就是只有小猫两三只，那我们就要那个哦，很紧张呢。好啦，其实呢，那个哎，怎么很像在主持啊？这节目非常好玩哦。就是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，你不管你唱歌好听不好听，讲话会不会冷场，你都可以上台，只要你有报名成功，非常轻易就可以享受这个。你看专业的音响，然后还有 PA 老师、灯光，然后我们还有随行没有，我们的御用摄影师，对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以后有机会可以推荐你自己或者你自己的朋友来。好，我要唱一首歌叫做《做朋友》，它是黄玠的歌，希望大家我上礼拜呢，这个节目有四改五个主持人，我是其中一个，上礼拜呢我也是唱一样的歌。做朋友，我忘记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我们真的没有练习，因为我刚真的办公到一半，那个水水小 Tina 就说，嘎令你可以唱吗？没有人报名吗？所以等一下，好啊，帮我找题。然后弹琴的叫司马里奥，他唱歌非常的好听，他也被抓上来报名，所以大家可以等到他唱完，你们再离开。
的朋友，请别说 no， 我看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我点点头，你也点点头，就别害羞，请别说 no， 做个朋友，请别说 no， 我看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我点点头，你也点点头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对，他叫做桂林，他叫做耳下，他是我的狗，他是他的狗，老袜的狗。铁花村是一个宠物友善，但我们的宠物不一定对友善，他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。好，对啊，大家知道那个。有一种蓝色叫做铁花村的蓝，那我们身后呢叫做蓝色小屋。他怎么样呢？他会唱歌哦。我们铁花村有即将要推出一张合集，叫做会唱歌的蓝房子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宣传一下，毕竟这是我的工作的那个职责。就是我们去年呢在总共有办了四场。就是那个叫现场录音的演出，然后邀请了12组的歌手，那每一组歌手我们都会挑一首他们自己的创作收入到这个合集里面。像我们的喇叭他自己就有我们的故事，然后司马里奥呢他也是其中一组，非常多优秀的。怎么唱？我找一下歌词。那个 KKBOX 已经有他们两个人的那个他们的单曲在上面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会唱歌的蓝房子。你要不要想一下那个感想，我找一下你的歌词。因为呢他的歌吼我就听过他唱，或是我们的 PA 大哥会放，我们也没有练习过，如果难听的话我就直接交给原唱自己唱，怕破坏那个大家对你这首歌的那个。这首歌叫做从下雨说起，为什么是从下雨说起呢？因为有很多故事都从下雨开始。你说捡瓜牛吗？或者是要出门的时候没有带伞，或是喜欢的人就出现在雨中。真的哦？所以他是在雨中出现的？我们没有在一起啦，通常没有得到的、oh. 没有得到的比较印象会比较深刻。比较没有得到歌词啦这里好。对啊，下雨后下雨很烦，有时候会觉得很烦，可是其实下雨对某些人或者是某些的植物动物是好的啊。怎么唱我们的？你要帮我那个唱自己找不到的故事。从下雨说起，好难弄。凝视天空，看见了一片云朵。哎，我好像有点破坏了。
停了，是风会带走我对你的思念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练团啦。你们想听原唱唱吗？因为他等一下如果自己上来，他不一定会唱哦。你们想听吗？我就闭嘴了，换喇叭。好了吧，够了吧。